整套的吗？好像是哦。哎呦，哎，不止一个人吗？哎呦，对，我觉得红队他们也是拿弩哦，小心哦。这屁好慢哦。嗯，小五十哎。那红队来喽。想打吗？打就打喽。他们开射了。麻死了，麻死了！哎、欸，哦，烧火焰剑，举盾没用啊！先躲个，先躲个。你先吃金苹果吧。有有，吃了，我吃了。太小，我们追上来喽。啊，没收到装备。啊！你去，秀，你有岩浆自杀？有有有，我游到岩浆里面了。呀、yeah! ！走吧，上去上去，走喽。哎、欸，红队装备也很好哎、欸，真的，还好你没留。哎呀，全部烧掉了。上去啊！走。别乱了！哎、欸，你们打起来在边界旁边啊！哎、欸，不要不要分散打啊！在打，在打，太夸张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在边界夹，边界夹，哇，死了，狗鱼死了，狗鱼死了，对，好好好。然后现在，等一下，巧克力到底招谁惹谁？为什么黄队一直追他啦？全世界啊，落单啊，落单令达，真的是水逆哎，水瓶座水逆啊！巧克力这样跑到全部死光光了，他从头到尾几乎都在跑啊！对啊。绿队直接被边界压死，被夹死。对，绿队被夹死，只剩泱泱了，只剩泱泱了。快走啊！我们全部灾都在你身上了。天哪！快折返跑，快肚子饿。哇哇！惨了，鬼鬼来了，鬼鬼来了。快跑！打起来！绿色也来了，今天全部打起来了。太夸张了啦！这群人从都在跑，从都在跑。你以后不要从都在跑。小鸡来了，小鸡来了，小鸡来打泱泱啊！好了，泱泱，哇塞，巧克力这样躲过了、欸，这个。我觉得难说，难说，难说，难说。難說嗯，他真的很可怜，我觉得他是这场最可怜的人了。是呀，剩下来。对啊，两滴，谁都想要针对他啊！天哪、啊，是啊，我真的觉得他可以跑到现在已经尽力了，对，很厉害了，真的很厉害了。鬼鬼这个跳斩也太猛了吧！对啊。好啦，看最后，看最后。小屁股装而已，大家都围着他跑。就是你们啊、哦！我们没怎样啊。这些人哦，欸、才敢讲。规定他定的，我们前面没有打、啊。我们等到十分钟。我们等到十分钟，哎、欸。对啊，让他跑掉了耶。就是你们哦。游戏规则就这样子啊。我说不要被我遇到啊。是钻头，怎么变铁头了？泱泱是要同盟的意思吗？墩墩中，墩墩中，现在泱泱变得跟巧克力一样的地位了。对啊，可是他们现在他们缓下来了，他们缓下来了。哎、欸哦，他跟战力最强的同盟有什么意义？没意义啊！战力最强的、欸，哎，一定死的啊，最后一定死啊，对，一定死的。哦，他把两颗，他可能混到第三名之类的。我觉得应该想混到前几吧，前二吧之类的。嗯，哎、欸，头上、哦、地上有个头很不前。说在这个混到前几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那个。他把金丢出去，对，混到前几。然后最后就这样。小盔长还不上来啊？他还在结尾吧？哦，也是啦。他可能想自己沉淀一下。都是繁星根。
我跟你讲，他今天是几乎跟你们每个人都见过面了，你知道吗？跟你们每个人都见过面。因为我没追他，我真的都绕过了、欸。你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见得到他一面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法师，哎、欸，小雨，哎、欸，墩墩，哎，都这样子，超级扯。就在还没有打起来的前十分钟，大家谁都认识。我要讲一下、欸，所以黄红这边有要同吗？黄同，我。红跟浅红吗？我觉得他们是同了啦，一定要同啊！同了，对啊，同了。真的觉得他们同队的装备蛮强的，对啊，嗯。他心很累哦，没关系，我跟瑶的心也已经累到、欸、累到在说水逆啊。没错啊，就是水逆的问题啊。不要带团团的，这是重点。啊，就是不要带我嘛，好吧。两个水逆最严重了。屁，还带着我的头哎、欸，我还活着哎、欸。好带呀、啊。哦，他们开车了。谁？红队射起来了，变红蓝大队看了，左边射右边，右边射左。对啊。第三队抽他们。边界还在说、嗯，他们到时候一定要靠在一起啦。人数优势是黄队浅红这里啦。嗯但是装备是深红这边比较好，深、啊、红比较好，强很多。对啊，还好我们送掉了，我们全部都是被打死前就烧掉了。巧。没有，想骗人喝啊！啊、哦，喝汤，笑死！他自己做堡垒了，他是那个操作。哦，这边是安全的、哦，应该是点吗？这边是安全区，他们这边是安全区啊，他们在筑城墙啊！哇，还有，可是这样子哈基是会被射到的呢。对啊，他还是他围起来了，把自己他围起来，他是有后面，除非他们绕到他们后面啦。嗯，除非。他只要很靠近前面，就是会被射到。嗯，他那个对角线会射到。哦，再叠啊，折平，折平，不要再叠啊，折平。对啊。哦，靠近城墙了。折平快死啊，折平。哦，有人在攻城喽，攻城已经挖开了。对啊，该挖开了。哇、哦，岩浆什么都有，哈基在上面。就只能看人数优势能不能快。哈基有天敌过来，哇，这个水流，这水谁放的？队友放的。哎哎，小鸡，可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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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炸下去真的不得了，好可惜哦！看到人了，哦，有人死了，有人死了，哇，杀进去了，他挖屁股，嗯，哦。哇！死了，这边死了，完了完了，这个有点惨，完了，大家都那个。深红现在都还活着，我觉得惨兮兮。深红可能。然后哈记起来这么多，对，哈记的岩浆刚收到小雨。啊！红色打红色了，这个有一点惨兮兮哦。看来是深红了，这样子。这个就是深，死了死了死了，要死一个吗？啊！应该是深红，没死，还在补血，还在补血，汪汪在补血。哈基，对，哈基现在很尴尬，嘿。哈基，嗯，小雨，你要怎么办？小雨，哇，剩小一个了。我真的觉得那个水太可惜了。对啊，那个水大，那个没有水炸下去，真的。哈基一定在那边骂，反正谁放的水？我觉得哈基应该哭晕在厕所了。哈基，太可惜了，这个不然的话，下面所有人都可以炸了很。好可惜啊，我们就可以再玩一点点。你放的很好哎、欸，太可惜了。可惜。我们要感谢泱泱啊，泱泱提供我们获胜的。不是啊，你们都屠夫闭嘴啊！谢谢，我有抓到机会，谢谢。你们很恐怖的哎、欸，匈奴是不是？哎、欸、他哎、欸、他那个帅哎他哈基应该很哭对不对？我有看到。那个水真的，亏你胜利了。那个水真的是，哈基怎么了？巧克力还不上，我有记得矿车啊，他 TNT 矿车要放下去，就那个队友放水，哪个队友放的？直接打，这个水谁放的？底下这边的水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位置感觉像是队友放的，有可能是同盟放的。嗯，哎，结果那个露咪，你说我预言会水逆，会让他上不了，结果他们真的冠军了啦。原来
不是诅咒、哦。有我的份，应该有我的份吧？还是诅咒呢？你选超严。我要看这一届那个钻石，这些钻石好多哦。好了，来去关心他一下。不等巧克力上来吗？对啊，我问他一下。巧克力呢？他怎么还在下面？他真的要沉淀一下哦。他心灵要沉淀一下，他很难过。难过啊！你看我们这一组挖的钻石有没有最多？对，巧克力刚刚为了活下来跳峡谷。对啊，直接跳下去。他刚才在网上在挖钓鱼了。那有没有？我说的没有错吧？我们这一组挖的钻石最多。对啊，那吉，你给我好多钻石哦。所以你们是送装备的啊？然后还有装备、啊。对啊。我们整场就是送装备的，谢谢。好开心的哎、欸，其实还好。那谁那个狗鱼从头到尾堵在我们上面干嘛啦？没有啊，其他地方更危险哦。恐怖！你看我被边界压死、欸，穷追不舍哎、欸，真的。怎么又下去了？哎、欸，没有吧？你被边界压死不关我的事啊，你自己掉下去的。哎、欸，不一样啊！为了打你啊，可恶！我竟然满血被边界压死。他叫我们下去，为什么要下去？下去。嗯、没有，他们下来了啦，他们下来，然后就手机上去了。上。哎，巧克力，你好吗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你又上去了，放上去了。干嘛？他说上去了。啊，搞屁啊！你要去哪？下去了，我听到。干嘛？巧克力，你还好吗？只有我爱哈基，我爱小雨，我爱法师。真的是只有浅红没在弄我们哎、欸。只能愿意用看的。不是用手，没有，对，在追你，就说啊、哦，没事没事，来你们赶快过去哦。你知道我最后都还很犹豫，要不要就是我用那个手去碰你们，让你们打死我，因为其他人都是很凶。等一下，我用平板，我们绿队应该也没做什么事吧？宁可投入给你们了。有啦有啦，绿队也没有啦，绿队也没有。我们超和平的，绿队也没有遇到你们，我们只是在下面挖钻石，看我们钻石挖的数量就知道了。你知道我跟他们说什么吗？哎、欸，巧克力一个人来、欸，我去搏一下板面好了，我跳下去他。结果我就跳下去，然后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我们就跟他绕了一整个大，凶成那个样子，好吗？我停下来绝对会被打，你少在那边。我们跟他绕了一大圈，没有，根本就没有要打。你在这边就是没有要打，是我一个人要打了。你们每一个人都说没有要打，只是追而已，但是其实压力超大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追而已，结果我身上碰的那些一定都不是打，都只是拍。我还想喝汤哎、欸，可是他们不让我拍一下。喝啊！可是我没喝到，他不给我、啊。五分之一的几率有好的，五分之一啊！我总共十五碗，十二碗是毒，太毒了吧？这个好毒哦，超级不敢喝。别人给的完全不敢喝。如果自己喝错了怎么办？对啊，我看哦，哎、欸、呀，我剩一个人，我挖石头都这么早，那自己真的是，你真的是太惨了，你真的。哎、欸，刚刚如果天地矿车爆炸的话，下面会发生什么？非常可惜，会会一群人。刚好有水，所以你那没有水。对，刚刚爆炸的时候那个刺激的时候啊，那个水啊，水挡住了。哎，重演一下哦，重演一下。重演什么？刚刚的那个，如果爆炸的话，不用啦，去看我们精华，去看我们精华，去看我们精华。石头是挖比我多的，都要谴责一下。哎，我挖石头是在找你耶。我没有怎样，我只是往下挖，每天往下挖都遇到人。挖了82颗石头而已。第一天白天跑十分钟，第二天白天跑十分钟，第三天白天跑下又跑十分钟，最后的白天也都在跑。你几乎都在跑啦，你就是跑跑步游戏。你就是一个跑，你好健康哦，一堆啦，你好健康哦，超健康，跑马拉松，棒很棒，哇哦，超精玩家，小雨。对，超多的，你们比较少啊，你们没有。只要我黄金，我超少哎、欸，氪金的都是生蚝，吃苹果，没氪着。红色、啊，你们都没吃到苹果，只有一颗苹果啊，就没吃。洋洋后来给我们好多颗、喔，我给你们两颗，因为我身上没有金，我就想说给你们好。厉害厉害，钻石最多，苹果其实超多的，因为我们超夸张，我们把两个人的挖到钻石合成一个人在挖而已。你看我们这一堆挖的钻石数量，大家可以想一下，每个人都有上榜。Skin 换一下，钻石运应该会上榜。对，真的，我觉得我应该也要换 Skin 的，可恶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啊，这个 Skin 可以留给你用哦，你要不要？不需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我就你穿过那个销又没了，销又没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们这一队是两个想自杀的，活到最后。哇，你们这样子，哇，你杀了八个人，鬼门开，确实是要
鬼门开了啦，鬼月来了，鬼月来了，鬼月要到，鬼月到，鬼月到。好吧，感谢大家四十三届，泡泡结束，辛苦了，好了，就先这样啦，拜拜。电子音，然后炸起来，炸起来。哎呀，喂，我不知道，我已经那一套装备被打还是那么痛哎、欸，他们到底什么妖魔鬼怪啊？真的好痛哦，而且我以为至少可以带一个走，真的砍不痛哎、欸。啊，对一点只是太不了解了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订阅今天抖内的啊，又学到一招用那个搭轮的，感谢啦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，谢谢那个教学的啊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动一下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感谢感谢感谢，感谢啦！哎，棺材在哪里？